各位同學，咁嗱，而家我哋嚟到第35条啊，咁啊35条咧就啲 complex number 嗰啲嚟嘅，咁就留意下呢度我哋做少少準備功夫先，因為 I 嗰個次方咧就 I 嘅I 嘅4K 次方咧，個 K 嘅整數咧就等於翻 1嘅，4K 加一咧就 I 嚟嘅 ，I 嘅4K 加二就係-1。I 的 4K 加3呢就是負 I， 那我記住這件事先，那所以意思呢，其實他說這個這樣的 complex number 很之長，其實我覺得是耽誤你時間的，其實那他說呢，如果他的 real part and the imaginary part 是 equal 的話，那我們就砌回好他是 imaginary part 和 real part 兩部分先。好了，第一個那個4照寫I 的十次即是8加2，八加二即是屬於呢個 case 嚟嘅，即係呢個 case。十五次咧就係即係呢個 case 嚟嘅，咁即係負負得正，即係加 K I 啦。咁廿一咧即係屬於呢個 case 嚟嘅，21次方嗰、那個呢、這個，所以係加6 I。好啦，咁跟住28咧，啱啱係4嘅倍數嚟嘅，所以加 2K。咁嗱 ，real part 就呢堆嘢嚟噶啦。咁咧即係變咗係 2K 減1。另外一個6加 K。係。咁佢話兩個一樣嘛，即係 2K 減1等於6加 K。咁個 K 就計到係7。咁不過咧，其實佢都好狡嘅，佢即係好多時候咧，佢俾埋呢個答案嚟咧。咁就以為即刻出嚟咯答案啦，但係其實佢問個 view part 好狗嘅，即係其實我最唔中意咁樣即係屈你機嘅，因為呢啲太過細微嘢咧，即係考你小唔小心咧，就考唔到數嗰個大方向啊。咁啊，不過呢啲純粹個人意見啊。好，咁跟住個 view part 就呢嚿啦，所以 view part 咧應該係2×7-1，2×7-1就等於13啦，所以答案係 boy。好，咁我哋睇下一條啦。